放轻松一点，我们先封牌上个厕所吧。比十一小，交在你的手上，不，你不能动。一、二、三。我真的屁股都痒痒的。比十一小。起今天的全台 ，It's Mr. Akin， 没玩到，你没玩到，好，那他自己再来好，我们给他一个机会，连过三关 ，OK， 好 ，OK， 好，连过三关，公平了，这样比较公平，我好害怕。第一张，请坐。啊啊，小姐一位吗？一位，有等人吗？没有，没有人，就你一个卡，要靠窗吗？好。第一张，连过三关，我们没话讲，放你走，好吧？好，一、二、三、七。哎呀，衰哦！七跟八已经差不多，以几率来说，一定是小了。刚刚都是大牌嘛，靠运气了，这没办法。比八小，一、二、三。哎呦！有机会，有机会，这关键，比四大，比四大 ，OK OK， 二，哎呦，过关了，过关了，一节一节一节，三就过了，就过了，过了啦，过了啦，啊，比五大，哎，二，那这个前面两次就不算，要重新再来一次，对对。录到天亮了，好惨，从头要从头再来，我也没有连三，最后一关了，最后一关，好了，那过了就过了啊。比二大，一、二，哎呦，气不过，好了，相当的不错啊，好玩啊，过年快到了，我们在家里面再玩一下，好，休息一会儿，金融更精彩的跑二三。最近又哪里又出了什么事情呢？啊，没有什么事情，没什么事。结果我们今天来到一个非常棒的地方。真的吗？如果你是一个热爱户外运动的人，一定很喜欢逛这个店。来来来来，不是，是店经理啊，我以为是他局长啊。是是，你们这里面是主要是卖什么？我们是卖户外活动的所有东西啊，户外露营啊、登山啊、极限运动啊，这个都好，脚踏车啊什么都有。对对对，现代人呢就是要注重这养生。养生活动活动，活着就要动，对不对？对。本周的案发现场就是来到户外运动用品的专卖店，不管你是要登山踏青还是飞檐走壁，这里的商品一定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今天的十二个疑点就隐藏在这各式各样的户外用品当中，两组挑战者就请睁大眼睛仔细寻找吧。一起来欢迎我们今天两位特别来宾，嗯，两位都是我最喜欢的艺人，真的啊。第一位我们可爱的王颖平小姐，还有我们啊蝴蝶来喽，哎呀蝴蝶，蝴蝶长得真美丽，哎呀太棒太棒，你好志玲姐，你好，谢谢，开场舞好久不见，红姐的志玲姐姐，对对对，好可爱哦，有没有？最近红的不得了，没有没有没有，连我都在看你报新闻呐，哎。哎，以后特别注意讲到我的部分讲好一点，好不好？你看新闻的时候你很好啊，今天就不会话那么多了，来来来，带两片啊。这什么板子？啊，讲点话跟两位介绍。我先发呀。先发，先发。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哎。介绍一下，我们等一下里面有十二个疑点，好，是四十分钟，好。找到疑点你就把它贴在上面，然后累积超过三万块你就获胜。好了，两组人马准备好了没？好了，预备。发现场奖金挑战赛规则说明，现场一共有十二个疑点及各自对应的破案奖金，两组挑战者在四十分钟内累积破案奖金较多的队伍获胜，可以带走获得的奖金哦。第一个疑点就是骑脚踏车一定要戴的安全帽，却隐藏了一个用厨房铁锅所伪装的病幼啊，头部的安全可是很重要的哟。
第二个疑点就是这台小朋友脚踏车的坐垫被替换成形状相似的胡瓜，虽然颜色很搭，但是功能可大不相同哦。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展示脚踏车龙头的握把被换成了可以吃的寿司，记得要到了目的地才能拿下来吃哦。第四个疑点就是这个小径车专用的轮子，上面的轮胎皮竟然是方向盘的保护套，是开车骑车两相宜的好东西哦。第五个疑点就是这位长相猥琐的家伙竟然明目张胆地在店里伸出万恶的第三只手，两位正义的美女赶快把他气捕归案吧。第六个疑点就是让你穿山越岭排除障碍的句子竟然变成没有锯齿只能发出恐怖音效的剧情哦。而且呢，相信以我过来人的经历，今天应该可以有不错的成绩。我的作战计划就是，我要用手好好的把每一个东西都摸过，因为我发现呢，用眼睛看是看不出来的，因为那个这个节目的美术组太厉害，所以要用手这样摸摸摸摸摸摸摸，才可以知道到底什么才是疑点。是用手摸，然后我会，因为我今天跟宪哥一组，所以我会尽情的跟他聊天，因为在愉快的心情之下，才可以每件事情都顺利的达成。所以我今天就是开心找，应该就会很 OK 了，加油！第七个疑点就是让你成为水中蛟龙的武器，竟然隐藏了咸蛋泳镜这个超人的配备，想带他要具备无敌的方向感哦。第八个疑点就是让你骑车不掰咖的轮胎打气筒却变成了灭火器打气筒，骑车会火大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喽。第九个疑点就是用真人假扮陈设商品的模特儿架，这个经典的疑点今天又会吓坏哪位挑战者呢？第十个疑点就是这两台装了辅助轮的脚踏车，其中一台的辅助轮竟然是小蒸笼的盖子，想让小孩快速学会骑脚踏车可以参考一下咯。第十一个疑点就是喜欢飞檐走壁的朋友一定要有的安全绳，竟然有脆弱的塑胶绳伪装其中，哎呦，用这个攀岩应该会保送天堂吧。最后一个疑点就是防身登山两相宜的狼头登山杖，多功能的狼头登山杖让您爬山再也不用怕碰钉子喽。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相信以我敏锐的眼睛应该会很仔细的会去看到每一样东西，而且看得非常的精，因为有上一次有成功，所以我相信这一次应该也很成功，所以我尽量就是以高为主来去看，希望我可以一快点快点，就从这边到那边，好的好的，鲤鱼队哈，没错，天龙队PK 地虎队，好不好？地虎队加油！地虎队，都是因为他们拉低我们的身高，对啊，降低你们的平均感。女生这样差不多吧？好，走，走走走走。计时40分钟，现在开始。好，太好了，好不好？长得高的人眼光看得远，没错，所以找到这个疑点的几率会提升，好不好？好，怎么办呢？我好像，对，我好像今天会找不到。哦，你太快，我太快了。对对对，你要稍微 slow down。哎呦，去逮一下，溜溜车啊。限重65公斤。65刚好。你刚好65啊？踩两边吗？对。然后呢？蛮厉害的，你好厉害哦。真的会的啦。可以耶。哎，你没有，我怎么陪小孩玩啊，对不对？刚还是因为没有催速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其实啦，好危险！哇靠，还会跨国链呢！完了，我整个好无煞车哦。这个是骑脚踏车的啦，脚踏车去的。脚踏车会有吗？骑脚踏车很多装备，我跟你说，现代人大家为了对不对？健康。找想要从事一些户外活动，哇，脚踏车好多东西哦。对啊，超多东西，我完全没有方向哎，怎么办？没有方向。哎呀，这个是蛇板对不对？对。你看连蛇板都讲得出来，你是个年轻人吗？我知道蛇板呢，要要蛇板很多年前的，现在没有人得来还是？
真的啦，还是有啦。好了，还是有。你真的会吗？会。你请假一下。我请假一下。啊，反了。反了吗？怎么用？没。白痴啊！走了走，快快快快快。你提示我一下啦，我提示你一下，我再看一下，好像他们刚找了两个了，对不对？真的假的？他们好像找了两个，你要加油。完了完了完了。对对对。好，我帮你接他的。好，太可爱了吧，这个东西，你要不要摸摸看？这个，可是啊，七。取给宪哥看，我取给他看好了。我应该，哎呦，很特技，真的耶，也很特技。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我要扶着你。没关系，我来。帮你拿。我来。这完全很难骑吧？哦哦哦！我宝宝最近想要买帽子。好了，完蛋了啦！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应该是死定了。啊啊啊！你看，我们找到了没？啊，这个很合理啊，这很难吃，真的合理，难太小台对不对？小朋友是不是太小台对不对？那上面放一个图啊，对不对？好可爱呀，好可爱呀！找到第一个了，不怕做店的。我问你哈，这个比较贵还是丝瓜比较贵？当然这个比较贵啊，这个比较贵，丝瓜这个比较贵。不是不是，他说这个啦，这个比较贵还是丝瓜比较贵？这个比较贵，为什么？因为丝瓜很便宜啊。是吗？好，没错。就有一句话，这个是普啊。狼哪里衰，人在倒霉，净普啊，是菜龟。我要的是普啊，结果他给我的菜龟，证明是普啊比较贵。对，所以瓜哥价钱还比较高。安全帽，这个是那个啦。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是厨房废除。不锈钢锅。不好意思，真的搞错，这是捕手用。捕手啊，真的啦。怎么了？真的啦，也对啊，真的啦。球来的时候对。你搞懂有没有？你听到介绍出去，听到当一声，然后捕手不动，慢慢的往外倒。对对对，啊，搞懂，找到一个海捕。被他们找到，别哭啊，快点！哈哈哈，这个四千八，四千八，四千八差不多吗？哦，蛮多了，对不对？啊，也有六七千的。挂哥的坐垫，多少多少？三千九，三千九，加油！好，为什么？哎，胡瓜的胡瓜的三千九，胡瓜国语怎么讲？胡瓜，胡瓜，胡瓜。苦瓜对了，哎，正确是苦瓜。我们台湾讲习惯讲苦瓜讲习惯，对，苦瓜，哎，苦瓜，那个字念苦，啊，小黄瓜又不一样。哦，小黄瓜就那个叫那个是怨女幽，怨女幽，怨女的伴侣，对，会有吧？对的，双头蛇，哦。双头蛇打气筒，是不是？太难了吧！哎呦，龙哥，你不要聊天了，帮我。你这家店我没有来过，它好运动。好，你走快，怎么了？反手是？跟反手。反手怎样？太可爱了吧！可以吃。啊，是寿司。里面有胶。啊，好香哦，寿司。你问问。握寿司。好香哦。握寿司啊，那个就寿司。对，还香哦，香对不对？可是很香哎，这样子好好吃哦。这个就放在最前面加，有没有？哎，真的哦，好吃哦。这个敬业精神做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他那个真正是用里面是真的用那个米，而且有加醋，对，而且它是那个哎，那个孜然的。好，四个人剪刀石头布，输了吃。吃的好了啊，数只啊，一到五只啊，从现在开始点数只，数只一到五只，看前九哦，是四只哦，是九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被人家倒水，被人家倒，你可以，听出来蛮好吃，好好吃哦，好好吃啊，再数一次，那再吃另外一遍。还有另外一边，还有一只啊！数只数只，一到五只，你看出三，聪明了吧？三四五六七八，
再一次，不好意思，我们不抢玩这个。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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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
8200，小胜一直跟宪哥瞎哈拉的蝴蝶姐姐，还有9个1点，蝴蝶赶快飞起来吧！怎么办啊？我真的、这个好像很。这是什么？可以闻一下。氧气随身瓶。对，你需要吗？我可以吗？可以啊。因为有的时候感觉头脑昏昏的，是不是缺氧的症状？对对，老板。老板就可以开。老板，这个是什么？氧气。我知道了，我就懂。我看到宪哥太紧张了，我就要吸氧。我知道中文了，鲜活氧啊，是怎么？就拿来一吸啊。对。氧气蛮臭的。哦，没有，它前面有一段是臭的，臭的完了才开始是。难怪你先给我闻。真的有感觉吗？吸不到氧气，你会有感觉。干嘛？好像跟普通的空气差不多。这边有穿衣服是吗？哇，好多水壶啊！对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反而会对露营最这是最困难的地方哎。好像等一下要退货吗？感觉可能还是我们就是。不知道哎，还平常我们已经够嗨了，好像不需要纯氧哦。哈，算了哈。啊，那个买单啊，买单。买单。这边会有。这都是烤肉的装备啦，全部。啊！救命啊！加油！救命啊！帐篷哎哈。这什么抗菌水袋？哇，好多好高科技的感觉的东西哦！哎，好像洗完以后头发长特快。真的吗？你原本头发就这么长吗？没有哎，我本来是金牛哎。品种有效有效。它马上长出金牛角啊！嫁给新郎。厉害哦！哈？什么好厉害？我说今天的疑点好厉害。很难哦。我刚刚就在你走的经过，我看到了三个。真的假的？真的。但我不能讲。啊！刚刚我们走到这边。我的鼻子只到这里而已。拐杖。哦，拐杖是不是会有什么？奇怪怪的，啊啊！我好厉害哦，我好厉害！哎，怎么样？怎么那么厉害？好，拐杖的前面是供腿啊，有没有看到？哎，铁锤供腿啊，这个设计蛮好啊。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好的发明。对，是好的发明啊。然后去到哪里还可以供腿啊？对，蛇出没的。然后有坏人就用这一头，蛇就用这一头啊。来，哎呦，厉害耶！1500，哇，好多，厉害厉害！哎，那个氧气有效哎，有效。那个氧气好，那个氧气真的好。有效，那是效气的。里面没有啊，里面一个。会不会上面香蕉层真的是一条香蕉？应该不太可能吧。你那很厉害哎，你那连那个都找得到。是不是？我刚刚也吓到。是不是？哇，鲜味鱿鱼饭，这是什么？对，它这个就是啊，登山的时候打开来吃，哇，美人间之美味。这边有吗？我不知道。嗯，这也太难了吧。好可爱的冰箱。小冰箱很可爱，卡哇伊。
哇，我好想大叫哦！啊！怎么这么的难啊？哎，这是对的吗？哦，好可爱哦！哎，银萍，录影的时候可以。耶！哎，银萍，哟，那个老板说你长得比那个海军来的正。会不会是假人啊？他说你比海军。嗨嗨，是真人吧？啊，不不，是假人吧？那个会不会是真人？嗨嗨。步步逼近疑点的蝴蝶，即将面临什么恐怖的遭遇呢？